昨天碰上的，因为我自己带的有榴莲，我的榴莲是剥开的壳子的，用盒子装好了，然后那个安检说不能带进去，你要么就在外面吃了再进去，不然一个男的也带一个榴莲，但是没剥的，一个整个榴莲啊，两个人在吵吧，吵了之后，然后就他发脾气把榴莲摔了，他说这有什么不能带的，他说这是水果。